主料：上腿肉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红辣椒25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先把肥肉和瘦肉分开切放盘里备用。辣椒切条。首先把肥肉放锅里爆出油，不能太久。随后把辣椒、姜葱、生抽、盐、胡椒粉、鸡精放锅里炒两下，即可盛出香喷喷的一碗红椒肉。烹饪技巧：瘦肉要用薯粉搅拌一下，这样吃起来更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